好，这位观众，牛排馆名店呢，历经了三个半月的整修，重新装潢之后呢，在今天呢是重新的开幕了。可以看到这个整个装潢啊，其实更加的顶级。除了呢这个吧台的部分呢，增加了所谓的这个水玛瑙的这个水晶之外啊，包括了他们的水晶灯呢，还是这个来自这个捷克的手工水晶灯。而除了这个装潢之外，其实呢他们的这个食材也跟以往有所不一样。在一片的最近这个牛排馆呢，都主打所谓的日本和牛，而他们主打的呢是澳洲的首领老牛。我们听一下，稍等访问。一般市面上的就是不管是股市或者是炒市，那大部分的话就是年龄都大概差不多在3年以内。对，那为什么要养到5到7年？是因为养的越久，它其实它的牛肉本身的风味会更明显、更浓郁、更浓厚，然后就是相对的，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就是说会不会就是很柴，但是其实并不会。好，这个首领老牛啊，有别于这个日本的和牛，因为日本的和牛呢，其实都是用30个月左右的这个牛肉啊，大概是3岁左右的牛肉，大家呢都会觉得说这个是比较粉嫩、比较软嫩的部位。不过呢，他们这家店呢，他们用的是5到7年的这个澳洲首领的老牛，而一般以往的印象呢，都是老牛它的肉质可能相对会比较柴一点。不过呢，他们这边主打是3分熟的部分呢，一样呢可以吃到很软嫩的这个部位，而且呢它的这个风味的层次感也会比较重。因此呢业者就看准在国外呢，因为很多人吃这个老牛的部分，因此呢他们就独家的引进来到台湾。不过台湾的消费者会不会买单呢，还有待市场考验。以上我们找到新情形，消息镜头张鹏内。